寄给玩家体验。那玩家们等一下呢，想要体验这么好玩的我们乱舞豪侠的话，都可以来到我们后方的试玩体验区。好，大家现在拍照时间暂停一下下，暂停一下下，我们等一下会有拍照时间。好，那刚刚介绍完呢我们的游戏，那接下来主持人要考考大家，刚刚有没有认真听？可以给我一些预手吗？来，给我一些预手，给我一些预手。来，考考大家刚刚有没有认真听。来，我想问一下大家，我刚刚介绍的游戏是乐血江湖，什么后面是什么？乱舞豪侠。没错，好聪明。是后面是什么？乐血江湖什么？乱舞豪侠。没错，我喊乐血江湖的时候，请乱舞豪侠帮忙唱乐血江湖。乱舞豪侠。没错，大家跟主持人越来越有默契。乐血江湖。乱舞豪侠。乐血江湖。乱舞豪侠。没错，乐血江湖。乱舞豪侠。没错，乱舞豪侠嘛。那我们这一款游戏呢，相当相当好玩。那现场玩家们，等一下呢，如果舞台活动结束，想要亲自体验我们这一款我们乱舞豪侠的话，欢迎来到我们后方的游戏室。